大家好，再说一下金门撞船事件的最新的进展啊。给没吃过这瓜的朋友们呢，再稍微铺垫一下，就是说呀，2月14号，有一艘大陆渔船呢，它在金门附近捕鱼，结果呢，台湾省这边的海巡署，它的一艘算是渔政船吧，对这艘渔船进行了撞击，导致呢其中两人落海死亡。之后呢，幸存者呢被台湾省这边的海巡署啊带回去，进行了一段时间扣押，最近呢被释放。后来呢，这个幸存者呢面对这个媒体记者啊，他们大概说了一下啊，当时发生了什么。你瞧，这是被撞击的那艘渔船，生存下来的人呢，你看这俩老哥啊，大概是这么说的啊，说呢渔船出海不到一小时，台湾省这边的海巡船呀就追过来了。他们说这我们这渔船呀是不可能自己翻船的，急转弯就是打一个90度急转弯啊都不可能翻船，是被台湾海巡署撞击才翻船的，导致呢船上四人落海，两人呢直接死亡。他们说这个台湾的渔民啊，以前到大陆渔民对他们都很好，这次大陆渔民呢却遭到如此对待，非常失望啊。当然这也扯了，因为实际上呢对咱们一直不太好，平均的每个月都有船呢被台湾海巡署啊这边撞沉或者说给拖走啊。这个呢和台湾海巡署的一些说法呢就矛盾了。台湾海巡署呢说自己啊没有进行撞击，按说呢这种事情你应该拿出证据来证明一下，比如说你的执法记录仪。众所周知呢，我们大陆啊都是法治国家，像我们这边执法呢都是有好几台执法记录仪呢能随时多角度监控，以防说我们执法有问题，公开透明公正嘛。但是台湾省呢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呢也没有拿出自己的执法记录仪，就是你当时有没有撞，你自己说没撞，那 OK 你证明一下你没有撞啊，这船自己翻了，或者你们去的时候这船已经翻了啊。台湾海巡署呢始终拿不出来。你瞧，台湾省海巡署他们的主管，一位女士啊，她说呢，说这艘咱们说大陆渔船呀，说蛇形拒检，就是这个蛇形嘛，就是啊这绕来绕去蛇形，来左飘右飘，左飘右飘，对吧？蛇形拒检不慎翻船啊，导致呢台湾岛内呢，引发很多讨论，说啊你瞧你错怪我们，台湾省海巡署。对吧，都是你们自己这个自己弄翻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执法没问题。后来呢可能发现这个事儿啊不对啊，就改口了啊，说承认呢是有碰撞的啊，有这个碰撞，但是扯了一通说这个啊正规走保险理赔，呵呵，行吧，这就是心虚了，一开始撒谎被人打脸啪啪打脸，然后心虚了啊，赶紧说啊该赔钱赔钱吧，先把这事儿呢息事宁人。后来呢又换话术了啊，说此次个案如今呢发展成到政治层面啊，不符合这个两人民的他说福祉啊，就共同利益啊，基本上呢也是伤害人民感情，这个我不懂啊，为什么叫做不符合两岸人民的福祉啊？我觉得符合两岸人民福祉的事，你应该让我们在那块呢，随便打鱼啊，这才符合两岸人民福祉啊！你说你这不是活脱脱一无赖吗？就是发现，我理亏了啊，立马开始就跟你顾左右呢而言他，非要把自己责任呢尽快撇清出去。我认为你是不是应该先对自己一开始说自己没撞大陆渔船进行一个公开道歉呢？毕竟你说了瞎话嘛。后来再说啊，你说这么多没有用，你的这个执法记录视频呢？然后呢，台湾海巡署说呀，没开啊，没开，说是因为双方接触啊剧烈。摇晃手持不稳，二是呢因为后来急于救上落水者忘开了啊，所以没有带这个录像视频啊，这太假了，你知道就这种啊执法记录仪台湾省海巡署说没开啊，谁信呢？这个妥妥的呀啊都是政治黑幕啊，按照我们这边叫黑警啊，你信不信假如说大陆这边有警察啊或者什么城管之类的，说出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没有开执法记录仪，你信不信这个台湾省内的岛民啊会狂喷啊说这是黑警。那现在呢你这边台湾省海巡署没有开执法记录仪，你看谁的问题，对，这算不算是黑警？后边回顾了一下嘛，像90年代之前啊，台湾这边呢上面的守军啊，只要发现海面2公里处有船只，就会用机枪呢进行扫射，叫做示警射击啊。再接近一点呢，就直接对目标射击了啊，说1公里内就摧毁射击。而且他们的对象呢大多是渔船，理由呢仅仅是说你们越界了。说1987年呢，就一艘啊从香港出发的越南难民船就被金门守军呢摧毁射击，就把船直接击沉了啊。船上19人呢全部被杀死，女人呢死在沙滩上，孩子围着妈妈的这个尸体跑，连孩子呢也被用这个铁锹啊打死了。我靠，这太残忍了啊，这是人干的事儿吗？然后说一直到2016年呀，这个马英九离开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这个职位之前啊，金门附近啊其实没有闹过什么太大动静的矛盾。你看自从这个蔡英文上台啊就不一样了，就开始呢我们叫什么呀，就风不平浪不静啊，就开始搞事儿了啊。另外呢咱们这边海警船呀，其实呢这两天呀已经开始比较密集的在台湾实际控制的这个金门岛附近呢开始巡检了。比如说呢，之前有台湾省这边的旅客呀，在金门观光艇旅游。我先稍微科普一下，金门这个地儿呢是有住人的，金门上面的居住的人呢大概有14万到15万的人口，上面呢还有3000的台湾岛、台湾省这边的派出的他们的军队啊，行吧。然后他们说呢，有台湾省的观光船啊，后来被咱们的这个海警船呀，给他进行了临时扣押。执行公我查查这个什么船只啊、船员证什么的，之后才放着游艇回金门。当时说船上一些游客对台媒说啊吓死了，还以为呢说我这辈子呀回不了台湾了。
这很丢脸啊。嗯，说这个论调啊，就和之前我看网上这事刚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从这立场上啊，意识形态上啊，各路上情感上啊，比较亲台湾省的人呢，就打了一记闷棍，让他们说什么，哎，台湾这块啊，对，都根本就没有控制金门啊，那金门是吧？那大陆海警船过来了，我们没有去阻击啊，这没什么的呀，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没控制？有控制，上面有3000台湾省的军队，好不好？还是说啊，我们台湾省都没有把这个金门的人当自己人，他们那更像是这个福建呀、厦门那边的人。大哥，这个账不是这么算的啊。严格来说呢，那个也是你们主张的领土，而且你上面有你们的驻军，你上面既有你们的这个驻军，而且你们也虽然是你们领土啊，你现在呢一看，哟，打不过，对吧？离我们太近了，打不过啊。是吧，也挺会呢给自己啊提前找台阶下，是吧，既然打不过，那我们现在尽早开始跟他撇清关系啊，说这个金门呢，这个我们不承认，它是我们的一部分，好吧，就跟什么呢，就跟台湾省自己呢从主权上，他们认为呢像这个蒙古啊西藏也是他们的，对吧，你看他们宪法嘛，是不是宪法上面都写着呢，但是你跟这些岛内的一些岛民呢一去辩论这个事儿呢，他们就说呀，哎，我们的教科书啊早就把这些东西啊给去除了啊，我们现在这个台湾岛内啊没有人认为说这个外蒙古啊什么西藏啊那是属于我们主权的宣示范围内。还是这话啊，你教科书再怎么改，你的宪法可没改，对不对？所以主权这个事儿呢，不是说你觉着，我感觉，我们最近认为这些东西来决定的，它是基于你的宪法，你的宪法没改啊，从法理上那个就是你们的势力范围，更何况你们那是实控，上面有驻军，对不对？你现在跟我说呢，你们不认为啊，金门是你们的地盘，那我认为呢，最好啊，你们配合一下，就是把你们的这些3000驻军尽早撤走，对不对？让我们直接接管，那多好啊啊，对吧？你们既不撤，然后呢，你们还把它交给我们，然后你们又说呢，哎，我们从来没当那儿自己人，对吧？这不是互相矛盾自己打脸吗？非常搞笑啊。然后呢，我看一些地缘政治专家，比如说金泰荣教授，他们也纷纷啊进行了评论啊。他认为呢，大陆海警船重拳反击只是开始，台湾问题啊快要解决了啊，反正这东西，反正金教授啊也挺敢说的。是，我认为呢这样的，我认为呢，如果说呀努努力，对吧，把这个金门收回来呢，也说得过去，对吧？毕竟很好拿，是不是离得太近了？但是呢，上面毕竟还是有驻军，那敢不敢对驻军直接动手啊？那不好说了。所以我更倾于认为呢，实际上咱们的目前的判断还是说呢，让海警船啊多巡逻，最好呢就是离岛跑他们所谓声称的啊这个红线范围内直接进行巡逻，就是温水煮青蛙。最后呢，逼着他们呢就是太丢脸了，得了，干脆是吧？你都离我这么近了，贴我脸了，我也不敢开枪，那我干脆我也别驻军了，我尽早撤了吧啊！我把这个台湾省的这个宪法一修啊，直接撤了也挺好哈。但我认为这个概率啊，出现概率还是比较低。可能金教授呢比我更乐观一点啊。然后金教授说呢，我们过去啊没动手是啥呢？就是两岸一家亲啊，希望用这个怀柔政策啊感化台湾啊。这个，哎，也确实是啊。要不然养国台办干嘛呢，对不对？不干这事儿了吗？然后他认为呢，这次这事儿啊发生之后，我们的政策正在转变，之后呢会有更多的护渔工作，就是对渔民的保护工作啊，然后大陆海警执法巡逻就常态化了。最后呢，金教授说了一句反正非常模棱两可的话，他说，我的判断是，当然对大陆呢对两岸关系总的考虑会有所变化，有什么变化他没说，就是有变化，变好更亲近了也是变化，变得更有敌意了，更坏了也是变化啊。他说不排除在不远的将来呢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问题是不排除，你说有，就什么不排除呢，就是有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说在不远的将来，不远的将来是多久呢？一个月也是不远的将来，对吧？一年也是不远的将来，十年是不是不远的将来啊？这个定义权呀，金教授也没说啊。到时大陆福建渔民的冤屈呢，也会得到伸张，对不对？也可能啊，过20年、50年、100年，过不远的将来才20年啊，也伸张了。行吧，然后后来你看这评论区啊，也都是怼金教授的啊，说漂亮话说的太多了，我们只看行动和结果。这110个赞，他说佩洛西事件呢，白白失去了收复台湾的机会，本次这么好的收复金门机会啊，不是不能啊，不是不能做啊，我也认为是啊。你看60个赞，17个彩，还说按计划执行，人怼他说哪来计划呀？以前的错误政策该改了，绥靖政策呢，只会让台湾省当局更加气焰嚣张。行吧，后面没什么可看的，后边又是老生常谈啊，怎么收复台湾啊？反正我觉得以后这个巡逻呀，我也支持呢更加密集，离台湾这边的金门岛呢越近越好，对不对？都让你难堪。如果你呢不小心擦枪走火，那更好了，是不是？行，今天新闻说到这里吧，喜欢的话呢欢迎点赞收藏订阅传阅推荐一键三连，谢谢大家。